近日，冯小刚接受采访，他表示近几年都不太在社交平台发声，是家人为了保护自己，认为公众人物只能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。这个很多朋友都，包括我的家人，都在这个不断的出于一种对我的一种保护啊，都在说，哎，不要发声，不要说话，他没有任何后果。哎，他就觉得骂文艺界怎么骂都行啊，打你不许喊疼，打你你也不许还手啊，你还手我就群殴你。对于现在的年轻演员，冯小刚直言对不上号。就是每次听他们说谁跟谁谁跟谁，其实也耳朵经常听到，但是如果我走进一休息室，他们都坐在这儿，其实我不能把这名字安到谁的头上去，谁是迪丽热巴，谁是古力娜扎，我其实安不上去。冯小刚还透露自己的女儿是范丞丞忠实粉丝。比如说我女儿她是疯狂的范丞丞的粉丝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这戏要有范丞丞，她会直接就快进搜到有范丞丞那段，就看那段，就看那段。